新市场垃圾桶被误丢，找来怪手拼命找。啊，我当然去困，我嘛困未起呢。哎呦，真艰苦，实在真艰苦。彰化杨阿嬷想起近300,000元金饰不翼而飞的事，真是。哎，把晒死怪不得你啊！阿嬷日前将金饰藏在垃圾桶底部。没想到上周五大扫除，不知情的阿公竟把整桶垃圾丢进垃圾车。阿嬷知道后，赶紧到堆有2层楼高的垃圾场翻找。虽然知道希望渺茫，清洁队前天能出动怪手跟5名清洁员协助。我路拢暂时个搁置底啊，已经啊动员真侪人底啊咧倒吹吼。阮的怪手员原来拢。衣服来见，问着各种个机关。阿嬷更像祖先上香，期待人赶快找到。清洁队昨天继续用怪手挖掘，并锁定垃圾车的倾倒位置，展开地毯式搜索。不过能一无所获。动新闻，祝阿嬷能失而复得。报道。